您现在收听到的是《超级大主播，作者浪高三尺三，由大斌为您播讲。没错，不能拖累他。王国庆说完之后，紧接着又有人站了起来。这个人一说话，让会议室里的人呢都是一愣。赵小雨，王国庆喜欢蓝梦莹，这赵小雨呀、啊、也喜欢蓝梦莹。在利剑行动队里，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。 不过，同样是喜欢这两个人，所表现的方式完全不同。王国庆性格张狂，巴不得所有人都知道，甚至啊，只要有人靠近蓝梦莹，他恨不得把那人碎尸万段。但赵小雨不一样，赵小雨很少说话，大多的时候啊都是冷冷冰冰。不过他的实力的确很强，至少王国庆没把握可以打败赵小雨。正是因为这种忌惮，所以他一直避免跟赵小雨发生正面碰撞。 但是在蓝梦影的问题上，这两个人的矛盾是不可调解的，因为他俩都喜欢这一个女孩啊。而这次居然因为李高楼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子，让这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表达出如此的意见，却是罕见了。听到赵小雨居然跟自己啊表达相同的意见，王国庆也有些意外。但是紧接着，他对毕文超说：“没错，让他立刻打消去非洲的想法，不然的话，很可能会把小命丢在那儿。” 结果他刚说完，赵小雨开口了：“让他跟我一对吧。”从头到尾，赵小雨都没看别人，而他的这句话让大家伙都下意识地看向王国庆。相比于王国庆的嚣张和目中无人，赵小雨却是另外一种方式。别人害怕李高楼这个包袱落在自己身上，但是赵小雨主动承担起来。 就在会议室因为赵小雨这句话变得沉默下来的时候，毕文超突然站起来了。都安静！我现在想说的是，这个李高楼我已经见过了，他也表达了他的想法。他说：“对于他而言，你们都没什么用处，他要单独行动。”毕文超略微停顿了一下。 他想要让自己的队员感受到自己的愤怒，果然，整个会议室有了片刻的安静。没人敢相信会听到这样的话。这小子他疯了吗？他居然敢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而且是告诉利剑行动队的总队长王国庆一拳砸在桌子上。他真的这么说？成为利剑行动队的队员，这是他最为骄傲的事情。他那是高高在上、目中无人的资本呢。 可是现在，居然有人用相同的方式无视了自己，这让王国庆没办法接受。实际上，不单单是王国庆，会议室里的其他人，哪怕是沉默寡言的赵小雨，此刻眼中都带着愤怒。真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呀！看来很有必要好好的教教他如何做人。看着众人的表情，感受着这种氛围，毕文超非常满意的点点头。 正所谓文无第一，武无,无第二。他之所以把这事儿讲出来，倒不是说呀，让这些队员呢去害李高楼。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激励自己的队员，把李高楼当做磨刀石。或许他没顾及李高楼的想法，但是他就是故意的。然而事实上，这也的确起到了调动队员们士气的作用。好了、啊。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，再次重申，你们是利剑行动队的队员，华夏最强的特种兵。这次营救李队长的任务非常艰巨，你们要拼尽全力去完成，让那些质疑和小瞧你们的人统统闭嘴。毕文超说完之后，转身就走。这把火啊，他已经给架起来了，接下来就看能不能烧起来了。 那小李同学此刻并不知道有一场怎样的疾风骤雨在等待自己，此刻的他心情非常不错，跟老朋友聊了很多，让他开始有种归于现实的感觉。宏图修造厂跟美洲虎合作发展的非常迅速，李天元全权负责这件事一切有条不紊的发展。实际上，李高楼也没必要多担心。王红一直跟着李天元，他现在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福将。 很多别人没办法解决的麻烦，在他面前迎刃而解。陈阿娇的大红心酒庄发展的也很迅速，已经立足于京城，开始扩展其他地方的业务。林雅文的春雷投资那更不用说了，因为完全是按照李高楼从生死簿上抄下来的单子做生意。这种事儿，小李同学只是简单的在生死簿上提出一个问题：未来的一年时间，京市最划算的投资是什么？ 就感觉跟个搜索引擎似的，答案马上出现。他要做的就是把这单子交给林雅文，按照单子上投资。过去发生的一切早就让林雅文非常清楚，李高楼的投资眼光绝对无以伦比，或者说呀，他他妈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呀。坐在这儿看着身边的这些朋友，李高楼感觉自己的梦想似乎真的是一步步的实现，同时他也想起了那些不在这儿的人。 王爷还是没消息，影月儿被他又派了出去做一件秘密的事情。马王爷和马飞雪还在东海，还有白大爷和阿聪，这时候应该啊是在大洋彼岸了。这顿饭林寒没来，实际上李高楼的打算是啊，在没有替林寒找到那种药膏之前，他也没脸去跟林寒见面，因为他没完成自己的承诺。香珠和三头鹰两个吃得非常兴奋，甚至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了。 当海盗当的久了，他们都想不起来多久没吃到这些好东西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突然外边一阵喧闹声，伴随着一个男人的尖叫声：“给我打！出了人命，我担着！”包厢里的李高楼他们都是一愣，毕竟大家伙开开心心的吃饭，听着外边这么乱，谁的心情都不会好啊。二独起身打算出去看看，大家伙都知道李高楼明天就要离开京城去非洲。 所以临走之前一起吃顿饭，这样的时刻呀太扫兴了。结果呀，就在他推开包厢门的时候，李高楼看到了那个被摁,摁在地上连打带踢的男人，这让李高楼有些意外。这人他认识啊，而且他没想到短短一个多月他会沦落到这种地步。给我打，弄死他！老子单着。几名打手一个劲儿的挥舞拳头。 旁边是一个年轻人，大声地喊着：“看着地上的人已经被打的都吐血了。”这个年轻人却回头看向了旁边的一个金发老外，迈克尔先生：“这样的混蛋交给我就好了。京市这个地方，我们秦家没几个人敢惹。”年轻人说着话，一脸得意的笑容。那个迈克尔点了点头：“秦乐先生今天的做法会为我们赢得长久的友谊。” 接着，他饶有兴趣地看着地上被打着到处滚的男人，还往前走了一步。秦乐马上明白迈克尔的想法，于是啊，他吩咐自己的手下让开，让迈克尔先生动手。随即，几个打手闪到一边，露出了被围在中间、已经趴在地上的男人。他非常的痛苦。这个迈克尔笑容更甚，然后在周围好多人的注视之下，一脚朝前边就踹了出去。 但是下一刻，没等他的脚落下，反而自己被一脚踹飞了，伴随着骨头断裂的声响，这迈克尔摔得满脸是血。